福特森突进来了，转外线林志杰，哎呦，林志杰！对，这是郭指导一看这个李指导的这个布阵呢，马上就要李晓旭在旁边休息，准备了已经。哎，好，这边比赛开始，辽宁队呢是拿到了第一波进攻球权，向右偏了一些，打的还是很清楚啊，因为从这个客场来看啊，还是希望先内再外。哎，每一个战术啊都研究的非常透啊。对，嚯，这个林志杰，哎呦，再来一个。刚才孙铭徽这球有点过早的停球了，林志杰出来接球，晃一步外线再次出手，漂亮！第一节比赛林志杰投中的第三记三分球。福特森突进来了，转外线林志杰，哎呦，林志杰，一个战术，对，哎，哈德森犯规了。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防联防的时候啊，这个防守人只有赵元浩自己一个人没有听到敌人的，以为是联防对啊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外援啊，包括其他人都已经非常明确的在这个打这个手势，说要盯人了。对，不能三给出来，林志杰好长时间没投了。哦，林志杰三分再进，对于球队内线的影响非常大。就是下一场比赛应该苏若雨就要，哎呦，林志杰第七个三分球啊！发现了这个所有的掩护都换人，对。这边哈德森防住，哎呦，这个球是没有问题的。林志杰这是个人第八个三分球了，这个球进攻漂亮，防的也漂亮。好，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。